其實今次我哋呢個片頭嘅意念咧，係嚟自一啲古代嘅人咧，對於地球嘅一啲傳說或者一啲幻想咁樣樣嘅。有啲民族就會覺得其實我哋住嘅地方係由四隻大笨象托住我哋嘅陸地嘅。咁其實我哋都會覺得呢啲嘢好有趣嘅。咁所以我哋主要嘅意念都係嚟自以前嘅傳說。咁希望可以透過呢樣嘢俾到一啲觀眾，大家都可以有多啲新鮮感，同埋其實用第二個角度去睇我哋嘅地球。为了令观众可以亲临其境，一起感受到大自然最靓最真实的一面，我们特别邀请到三度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奖、柏林电影节最佳电影音乐银熊奖的金培达先生，为一个地球编曲和创作主题音乐。为一个地球创作这个主题音乐最大特色就是用了很多不同世界各地的乐器，因为这个世界实在太大，我希望能夠大家感受到在這個世界多姿多彩的文化，最好不過就是用上不同的樂器。另外一個特色就是這個音樂也是充滿動感的，因為很多看這個節目的人他們未必能夠感受到當攝製隊去到不同地方的時候的感覺，我希望藉著音樂他們一邊看畫面的時候聽到這個音樂，他好像跟攝製隊一起去到世界的不同的地方去探索这个多姿多彩的地球。一般配合画面的音乐呢都是以描述一个场面的气氛为主要目的的。不过我自己觉得呢，画面和音乐之间最天衣无缝的配合呢，就是音乐是能够描述到在画面以外的一些事情。那这种做法呢，我叫做言外之音。雜誌是我們人類文化裡面最多姿多彩的產品之一。在超級市場的雜誌架上面，我們有很多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雜誌，給我們最新和最快的消息。在歷史裡面，英國的雜誌和報章曾經是一度帶領全球的。在這個既有深厚歷史和充滿時代感的文化大國裡面，我們會發現些什麼呢？I made the run, let the bomb go. That was my greatest thrill. Thr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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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ill. No, will you? Thr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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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rill. Football in England is a very popular, very popular sport. The residue from this morning's atomic detonation.嚟緊去睇阿仙奴嘅馬場。而家咧，今時今日咧，就我哋睇英格蘭睇波咧，就都會覺得好安全下噶啦。但係今次係阿仙奴主場。如果你係作客球迷嘅話咧，咁始終都係我哋唔好亂啦。生命危險啊！今天我們要去北上，去 Manchester。 Alan 是之前有沒有去過澳洲？我看過，看過。我是想著曼聯，因為他那時試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整個球場炸了，炸成就肺甲上現在坐的位置。但通常肺上現在個位置就在這裡，但是人就在這裡，這樣咧，通常有個人咧，場地管理咧就會經理級嚟嘅。This is the original tunnel. I'm just the United. Okay. Yeah. Open it. I'm a soccer player. Are you serious? I'm a scoring machine. Goodbye.
個政府咧就啊開始資助一啲小型嘅農民啦，咁亦都係鼓勵本土嘅農夫咧就種多啲有機嘅農作物，等佢哋唔需要喺海外啊運咁多入嚟嘅。我聽聞過咧，如果跟阿校長出去咧，一定有好嘢食嘅。嗱，出翻太陽添啊！一有嘢食咧，成啲都變埋，哇！呢、這個 market 咧真係好嘢，呢、這個 market 啦，全部都係有機食物嚟。係啊，大部分啦。我找到了啦，呢個咧就是我最中意食嘅百合福腸啊。Yummy！ 我哋每朝頭早去食一個豐富嘅晚餐，就因為啊好難 book 到嘅。哇！呢啲好生啊，老友，啱曬我添，真係好嘢喎呢個。實際上過去嗰十零廿年咧，喺高緯度嘅地方咧，都開始覺得啲嘢古怪嘅。11月6日嗰個懸崖，呢個 Seven Sister Cliff， 七姊妹岩，即係20年前開始咧，英國啊竟然覺得自己會被好似颱風咁樣嘢打到嘅。等於啊，起起碼頭，浸夜都遊咧，嗰個感覺，最浪面到面到面，嚟多次，等我中招先，呢啲大牛幾危險啊！拍完啦，校長，等多陣先啦，跳緊啊！就算微不足道，付出不求回报。别看我人小志气高。这个世界现在环不环保呢，其实好像一把刀两面一样，有环保的一面，都有不环保的一面。想吃饱就顾不上环保，但是怎样找到个 balance 呢？大家开发的速度和保护的速度，如果達到一個平衡，咁我哋人類就有一個好嘅環境居住，跟住有一個好嘅未來。牽你的手，天荒地老。我哋。到而家咧，冰島之旅已經接近終點啦。而家嘅感想同我未來之前有好大嘅差別。好嘅，唔該曬，唔該曬 ，thank you，thank you， 唔該曬，辛苦曬大家啦。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拜拜。好啦。冰島係一個好靚嘅國家，佢嘅自然環境啊，同埋地理景觀係非常之特別，我覺得都值得我哋由香港飛咁遠過嚟睇嘅。呢種感覺好似係一種 zen， 我哋喺呢度靈修嘅，心靈洗涤過一次咁。冰島拍攝嗰時碰到啲天氣比較奇怪。攝制隊喺冰島遇到嘅其實係源自非洲海岸產生嘅颶風艾克，經過兩星期橫掃加勒比海，然後正面襲擊美國德州，結果要宣布緊急狀態。喺9月16日，艾克同攝制隊喺冰島正面交鋒。最慢仲期待潛水航行。其實講真咧，我哋潛水嗰日摸下最安全嘅。其實出面嘅天氣突然間係
好大風，冰島啊、格陵蘭呢啲地方咧，佢係反映全個地球咧變暖咗，咪成個熱帶好似褪北咗，或者嗰啲嘢風咧，佢唔係能夠捱得耐先上到北邊。我最擔心嘅係我哋工作人員。起初我諗緊啊，等多可能一個字島，如果仲未上嚟咧，就叫班 crew 就走噶啦。走啦，走啦。佢話會唔會怕跳水啊？啊，唔使啦。啊，唔使啦。走啦，妹，快啲走啦，走啦，走啦。走嘅時候已經係開始已經喘氣啊 ！Cameraman freezing。到咗架車，咁導演就扶我上去，咁嗰刻就嗌啊！啲人，入去揽嗰下，大家都其实有少眼湿湿嘅，其实即系当醒翻嘅时候咯。所以今次嘅潜水系一个好难忘嘅经验啊！我哋今次喺拍摄嘅时候，最长嘅一日坐十几个钟嘅车，之前又坐飞机又坐船，所以我觉得成班 crew 都好辛苦。但是如果可以拍得好靓的镜头回去给大家看，我觉得怎么辛苦都是值得的。One, two, three, yeah! 我们人类的要求和那个虚耗和那个浪费是确实太多。可能我哋而家唔係好覺，原來我哋嘅嗰個冰個温度已經相差比好多年前已經唔同曬。地球需要做一啲嘢，同埋我哋人類需要做啲嘢。作為一個普通人咧，其實喺衣食住行各方面咧，其實有好多嘢做得到咧，其實都可以減低呢個氣候變化嘅速度。如果你想未來嗰個大氣係穩定嘅，其實你要揀自己點樣生活嘅。你可以揀放少啲二氧化碳上天，就令到個天咧 OK 啲咁多。你而家自己決定怎樣做，你是做了未來那個天氣變化，你是老闆來的。這個幾千年來很適合人類居住的地球，正經歷令人擔心的變化，無論我們之後的路怎樣走，我們都應該珍惜或者懷念今日呢个美不胜收嘅地球。我哋华人成日咁勤力做嘢赚钱，都系想留翻啲嘢俾下一代。但系如果我哋唔重视环保，过度嘅经济发展，文明破坏，开山劈石而三填海嘅结果，就会将地球整到乱世咯。咁我哋留翻俾下一代嘅，就剩低一个受尽伤害嘅地球了。